好，来射击练习哦。那用 PDQ，然后距离5公尺，子弹0.3克 BLS 的，瓦斯的话，12公斤的恐龙瓦斯灌了大概5.3克左右。那我们准备来慢慢射击一个可能21发或23发吧。好，那个大概会花个7分钟，让我能够专心的慢慢的射击。好，那准备开始。好，我们设计完毕。等一下用影像软体哦，放慢就知道大概射到哪里去了哦。好，拍摄到这边，拜拜。